슈비야. 탈레. 슈비야, 우리 와 지금까지 걸어 떼기. 나 뉴시야. 아도 가칭아. 에이 시공 내가 칭아 하네 떼. 저리 고 와카오 게 암게 하자 보기 나가 리 비고 싶어. 마. 생글이 가와 지상 퇴. 생가 자니 아 쇠. 헤라 엄마 칭데 좋기 허. 이딘 뜻이 있는 게 당고에 대야 게. 진짜 못다. 阿那骂起来嘞，一心两条菜头，用过这几女人啦，别对啦，我找情婚啊，啊，我看到没？喂，你找啥？我要找情婚。哦，你无电呢？你是啥？你是啥？刚谁打电话？不知道啊，一个女的啦。啊，她问我是谁，问她是谁，然后她就很生气，把电话挂。根本是秀丽啊！她喜欢做了。喂，啊，最后你没讲着。请问到查某的？啊，恁春娇爷跟依林是查某的？不是两个。我看说是依林的朋友啊。嘛有可能是清辉的朋友啊！你找错啊？无啦，食什么醋？我你要食迄落苹果醋，还是水果醋？该在你拣啊！甲你妈讲一下，你对清辉啊，到底是什么感觉啊？有什么感觉？我就是厝边头尾啊，啊，自细汉到大汉朋友安尼尔。感觉呢，安尼呢？啊，讲起那要紧啦！十三姨，什么呀？伊丽啊，啊，我宁愿在内底。伊哪知我要找伊哦？啊无，你干咪来找阮娇来啊，还是找透天？对啦，我要来找伊哦啊！哎，恁倒是无人客？嗯，迄哪算人客啦？啊，亲婚无代无志哦，娶迄个查某囡仔。啊，我啥物拢唔知呀，根本拢无讲哦。我来找伊娘哈，秀萍，一定话吼袂信的啦。我要出去啊！哎呦，啊你卖烦了，我去是提车去寻伊。来，妈，姐要倒。去清云岛。妈，我出去一下哈。你倒。我随回来啦。他最近就是变瞎吧。怎样？你饿了？我买回来是两人份。没钱耶？那我以为你都是买给我吃的啊。那给你。不用了，剩骨头而已，再吃。商量一下，待会儿不管谁来啊，就说你是我当兵同梯的妹妹，从南部上来玩的。啊，随便的。尤雅，哎，是，不是提出来行李的啦。有人客啊，无怪叫你话再来开门。无啦，伊是我做兵时同梯，因小妹为下港客佚佗的。干嘛呢？什么呀？你还不相信？那问。你别紧张，非得咱两个无什么关系啊。嘿呐，咱两个是无什么关系啦。你好，我是清云的厝边。他是我邻居。请问你住在哪里？斗六。斗六好像不是在台南啊。哎呀，因台湾本哦住伫个斗六啊，啊结果哦，啊唔知安怎跑去台南，
因阿兄拢无甲我讲。你卖紧张嘛，我不管是对刀啦，搬去台南，还是对台南搬去刀啦，非得就是你的女朋友嘛。不是啦，伊不是我的女朋友啊！听我说说话，你。等一下。你的声音听起来很耳熟哎，你刚刚有打电话过来对不对？是我打的，怎样？哦，你很没礼貌呢。哎，你打电话去别人家，你还问对方是谁哦？因为我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不是他们家的人，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？哎，我是不是他们家人关你屁事啊？哈，在挂我电话，你搞错、啊？哎，麻烦你把你的女朋友说关嘎起来。我都跟你讲过，伊不是我的女朋友啊。小弟啊，兄弟啊，这么多流行老少配，你哪有样？真受苦嘞！小弟啊，文瑞啊，你带多顿来麻烦啦！你看今嘛，恁姊拢不爱听我解释，拍死了哈！你刚刚干嘛演那出戏呀？你让他先惹我。不是你这样子。才客厅刘林啊，啊！不过你爱记哦，阮爸妈明暗就回来啊，所以明暗透早，他一定要离开。太谢了啊，谢了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理你，把你丢在公园让色狼抓走。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啦。你就自动消失啊！消失就消失嘛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，哎，我才不需要你嘞！我不需要你，我不需要任何人，听到没有？才不需要任何人，不需要任何人。小姐，你是要买米还是要买饮料？你认不认识李文辉？李文辉，你这名做甚？啊，是我弟弟啊，我来甲叫。哎，不要！嗯、啊，你帮我把这个信拿给他就可以了。哦，啊，你是他的谁？哎、欸，小姐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敢不是管区阿你讲迄个查某囡啊？哦。弟弟哦，文辉哦，不，嘿嘿，是噪音啦，见着，嗯，哦，美玲哦，你食饱啊？我食饱。哎，这不纯粹是白白。你是不是什么秘密要讲？嗯，查甫人的秘密。查甫人的秘密咯。来讲个，大兄，咱就讲啊，查甫人的秘密，哪会当讲给李寿听啊？哎呦呦，伊查某的哦。不要紧啦，你暂时把我当作查甫的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哎呀，你安那看嘛，查某的，你出外口，你先撇一个，去撇到外口呀。弄什么要紧啊？白白是少年人，讲出听看嘛。买啦，去啊，耳仔捂起，耳仔捂。还是啊，李寿。哎，大兄，哎，大兄，你讲什么查某囡仔？吼，这查某囡仔，啊，十七八岁啊，又咪咪又敢那鸡卵啊哩！哈，伊来咱家？你这是你紧张啥？人要走啊！你还佫啊？你紧张？啊，伊走啊？走啊啦！哦，啊，这，伊要走啊，伊有交代一张批票予你。哦，嘿。
啊，咱莫憋鬼啊！嗯，还是写啥？走啦！啊，走上好了。什么走上好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伊要离开你啊？迄袂用的啦，伊是你的女朋友咧，而且伊巴肚有囡仔咧。什么巴肚来囡仔？嘿啊，迄管区迄个阿妈讲的啊，阿妈甲我讲的，伊讲吼，迄个查某囡仔吼，啊巴肚来有囡仔，啊讲你双喜临门，做老爸，佫再有囝。啊，是拄来咧。你听迄管区的乌白讲好无？嗯，不是乌白讲的，你爱知咧。迄查某囡仔才几岁尔，啊万一若想袂开，啊若离开你，啊伊来去找地路要安怎？大兄，你唔爱惊我啦，你。文辉啊，我即下毋是你甲你吓惊呢，你也知迄查某囡仔，迄幼气的，才十六七岁啊尔，啊即摆伊大腹肚，啊有囡仔，啊出去啊来惊人笑，啊若想袂开，只有两条路啊，毋是死，啊无就去望我宝找伊啊。大兄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无甲放煞。我嘛无解安怎哦，我嘛唔相信讲吼，伊巴肚内有囡仔。无安尼啊，无啊，你归去哦，你带去检查煞袂晓。解一点仔怪都拢无，无关系。看你个表情怪怪哦，嘿，淡薄仔怀疑哦。啊，唔拢是你，你才讲啥物也收袂开。你家小姐啊，到底是有啥物秘密？无，迄毋是我的秘密，迄是伊的秘密，迄无我的代志，无我的代志。英雄啊，啊无你是啥物秘密？你咪讲，讲啊。阿都，陆妹。阿大阿姐。阿爸。爸。你是大兄呢？文辉有啥物代志，你袂使暗藏哦。嘿啊，迄若讲哦，甲咱李家迄香火有关的哦，你更加爱讲。讲就讲嘛。啊！一个十五六岁啊，迄查某囡仔啊，提前配合我，叫我交文辉啊。嘿，啊，顶个去消工哦，我自动消失了。啊，我就是想讲，迄查某囡仔，迄还较少年，惊伊想袂开啊，所以我叫文辉讲，带伊哦去检查看是毋是真是有心啊。哪里咱管区讲的毋着真实呢？嘿，啊，囡仔是查甫啊，查某的。You ask me, the me ask who？ 我要问一下，我也知。无啊，迄代志到底咱都了唔知咧。英雄，你去阿文了对咧，看来你变啥嘛？对，我跟伊来去。哎呦，你死你！你动作遐好顺哦啦。英雄，阿妈跟你来去。阿妈，你今仔才着急啦？你先和英雄去，啊看到底啥物情形？你这出马嘛还袂慢啊？对，英雄，进去。我来。我也是。母啊，将军拢是后壁的阿弟。将军哦，安尼讲嘛是有理哦。消失啦！我知道你会来找我。你别自以为聪明，我只是路过这里。你骗人！我骗你干嘛？我没必要骗你啊！回去啦！那我报警喽！你敢报警，你就永远别想再见到我。我为什么要见你？小心点呐！来，快点！哎，我记得。哼，看来我离你还不够远哈。好了，算我不应该讲那句话吗？哪一句？自动消失。那你跟我道歉。我为什么跟你道歉？对不起。干嘛？
对我好一点没这么难吧？好，算我输你。那是我大哥，他在监视我们哦，怎么这么好玩呢？一点都不好玩，一定是我爸叫他来的。那现在到底打算怎么样？哎呀，昨天晚上一直都没睡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睡觉。不行的，你不能睡在这里的。这样困呢？不要了。大兄，弟弟，哇，哦啊，咱那遐拄好伫遮撞着你，对，卖假啊！阿爸叫我做你哦。我知啦，你今仔请文道群要来，是，卡苏那，不要等我呀。大爷，你怎么？看你有心啊，不？没有代志。弟弟呢？今晚要安怎？困啊，困了。啥物咧度蜜月啦？你即马说的是咩？问看我有心无安尼个？我若有心，就爱生遐多咧。啊，你是为了栽掉无？咱若参像你即个五十岁查甫人，若剩一支嘴啦。你怎是你公交来啊？我啊，都爱问阮某安咯。我唔知哦。哎，恁两个真趣味，两家无见面，啊见着面就爱笑话讲几大哦。恁本来毋是讲永州转来？哎呦，但是山咧落，迄崩山无紧转来，哪会使啦？阿姐伯啊，阿姐伯啊，关久诶，你是遮久无看迄款阿走甲面面怎，赶紧要来看完。恁厝诶有人呢？但阮厝诶无带人，无啥物带毛片诶呀。对毋？毋是啦，恁厝人困咧客厅哦，而且搁顾甲遮大声哦。敢会咱帅哥爸转来？无可能，恁帅哥爸体力偌好诶，嘛无可能一时啊讲凊彩客厅体力就困啊。对毋？安尼敢会讲吼，一挂流浪汉那无底去，甲阮遐当作收容所？我就是感觉奇怪啦，唔知吼，招招恁大家吼来去恁厝诶看卖啊。啊你嘛遐食无胆，啊去可能甲你去哦。什么叫做无胆？我即种叫做警民合作吼，招招大家来打击犯罪。好啦，阮大家甲你做胆，做来看卖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林英勇啊，阿文辉啊，还有，这谁睡着了呢？通通不要动！林前辈啊，你慢慢大声点，来阮家啊，你敢不是王爷的啊？呼出大声！哎呦，你是困啊未精神是吧？目睭铁甲金的，这什么人家？迄阮家啦！阿爸。妈，恁哪会来？英雄啊，当恁两个兄弟啊，恁家己咧厝困，阿嫂来阮家咧困啊，啊！哎呦，带又去哦。文辉，来啊，紧。妈，即到底什么情形啊？这查囡仔啥？我。我知影，伊就是吼讲迄个查某囡仔啦。叫来啊！恁家有地困啊嘞，来阮家，啊！
找嘞，紧紧紧，去内底看嘛，看有放伊什么物件无？那你要看，咱咱家带物件拢挂伫身躯的呾。我跟你讲吼，小蛋都爱收 QK 钱。哈哈你啊看，咱兄弟啊，哎呦，安尼做大先生哦。安强哎，那是咧讲啥？